在敦煌草木零落的时节，不必担心美人迟暮，因为壁画中的菩萨总是青春夺目。在老牛的画室里，这些心思沉静的女孩正在复原性临摹一批距今800多年的西夏壁画。西夏对于很多人而言只存在于武侠小说里，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西夏公主，为了找到梦中情郎，以举国之力发动比武招亲。这种自由奔放的风格在壁画中留下了生动的印记。菩萨身上的露脐装、超短裙，与当下流行的时尚搭配相比，也毫不逊色。在西夏时期，因为劳作的需要，百姓多穿着紧身的青绿色短衣。这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壁画，如今成为了我们了解这个王朝的珍贵图像史料。他们临摹的这些壁画，都出自瓜州东迁佛洞。在莫高窟以东170公里处的长山子北麓峡谷的两岸，分布着23个大小不一的洞窟，这就是东迁佛洞，它也是敦煌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就今年是不是只过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东迁佛洞目前还没有对游客开放，这里地处偏僻，人迹罕至。杨涛曾经2次来到这里修复壁画，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工作了近4年的时间。荒荒凉凉的。对于壁画修复师而言，每个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都会在心中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痕迹，时不时就要借机到现场转一转，因为这些文物是他们花费了无数个日夜悉心呵护的珍宝。当时所用的修复材料是否适合这里的环境，如今文物的现状又是怎样的，都让他们挂怀于心。挺好的，我老弟，现在现在只不过塑像只不过没啥变化。人就是这样，一旦倾注了情感，大概就永远都放不下了。哦，这有个鹅鹅子，你看老弟，以后多的。这现在看来这洞窟还是比较潮湿，你看。你看这是我去年做的吗？哦，好像是，好像漏雨了这地方。对。这完了以后，以后有时间了咱们还得能处理一下。哎，你拿着这干啥东西啊？我在那边捡的。这是塑像上的农姑吗？在哪捡的？这有没有了？走，咱们看一下走。这。哦，这地方。啊。那个地方。啊。这有没有别的了？好像没有了，我看。你看这清代的麻绳。哦呦，这么多年了。就是，哎，这是个啥呀？这个不是个纸吗？哎，就别弄掉了。哦，还真是个纸。看，这放着完了以后，叫考古的人再考古去，把这个放好的放在肚子里面吧，放在肚子里面做个标本。这是清代的那个。就放着那个啥主佛座上就行。好的。那你还得接待去吗？不接待的那车。哎呀，我得去看一下吧。啊？是干啥的？那咱们等你啊。哦，牛老师。牛医生。他是你们的人。嗯。牛医生。牛老师慢点。这滑得很，这块钱。今天老牛特意驱车3个多小时来东迁佛洞七窟取经。这不是七窟，然后你就要的那个捏盘像啊。好，这个就七窟是现存较好且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洞窟，其南北两壁对称绘制了接引佛，所以东迁佛洞又被称为接引寺，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就是那个啥接引寺的接引佛吗？啊，小猪猪啊，尤其这个，对，这部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是吧？绘制在中心柱上的说法图和涅槃像，都是七窟的精美之作。老牛目前在临摹的
正是这幅涅槃像。看这就是那个你说的涅槃像。我现在复原这个啊，涅槃。哦，这个绿我看这个绿一定还能再绿到那个啥。就是啊。哎呦，这个蓝就蓝的不得了了。嗯。哎呦，这个很，这个青青是这个蓝就必须是这么蓝。哎呦，这次去看，我就整个包括这个石绿是吧？啊，是的。觉得这些重重的这种石绿是。你看这个，哦，我虽然照着，那也有资料嘛，但是做的时候稍微有点费劲。那这个就是那个啥，当时拿的时候怕是哭的那个。对，这个啊，对，就这个。要想临摹一幅壁画，最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壁画的颜色、质地和神韵。所以置身于洞窟中，会更加趋近古人的内心表达和背后的精神动力。这个我马上就进出来的时候，就看了一下，看你马上知道哦，咱们这每次画那个，你一定把那个形要味道画对，把它画完整就行了，不画那么复杂。好，我们就回了。好了，再见啊。时间回到1991年，杨涛正是在那时开始跟随师父段修业在东迁佛洞学习壁画修复技术。当时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进修回来的段修业带队进入这荒山中，对东迁佛洞存在的变色、烟熏、苏碱等病害进行研究与修复，一待就是2-3年的时间。所以壁画修复这项工作是用生命的长度来丈量的。为了修复枯顶的一片壁画，段修业必须仰着头花去半个月时间。他常常拿米开朗基罗的事迹来激励自己。那位画家历时4年的时间画出了西斯廷教堂400平方米的天顶画《创世纪》，创造了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却付出了身体变形的代价。同样，段修业等壁画修复师也不可避免地付出身体的代价，来保护这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在唐朝，瓜州正是玄奘西行路上收徒买马、偷渡玉门关之地。在东迁佛洞保存下来的壁画中，就会有两幅最早期的玄奘取经图。据学者考证，里面牵马的猴形人便是孙悟空的原型，这比成书于明代的小说《西游记》足足早了400多年。这些壁画为我们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形象资料。那时候相当快乐，感觉到你像东迁佛洞，我们去的时候跟段老师一起，92年的时候修二窟、五窟的时候，哎呀，白天那时候没电又没水，水是从桥子往前拉的，一个礼拜拿上一次水，然后我们在窑洞里面，晚上特别热闹，晚上每天晚上段老师也爱喝个小酒，我们就飞红凤凰、划拳啊，然后就是你看我们那个照的照片特别热闹。说就是无忧无虑的那一种，然后段老师特别是可笑，酒喝多了以后给你下任务，你必须把这个舞给我学会，然后就在那地方就也没有啥音乐，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啥音乐，嘴上咚擦擦咚擦擦，然后他说把这个舞给我教会。这就是从说说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是相当丰富的，也就是晚上喝酒完了以后大家都高兴热闹讲鬼故事，白天在洞窟里干活，晚上一起喝酒唱歌。一群在大山中修复壁画的年轻人用这样的方式不仅驱逐了寂寞，还怀抱着一腔热忱投入到荒凉之中，把艰辛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让离家在外的人在一个更大的家庭中被温情所包围。这活跃的气氛正是带队的师父段修业努力为年轻人营造的。他于2014年退休后又接受返聘，继续前往榆林窟、大足石刻等地从事这份挚爱的工作。
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张掖的家中休养。最近，杨涛得知师父病情愈加严重，打算再去张掖探望一下师父。西夏时期的这些画家应该是还应该是汉族的工匠，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画的特别好，是啊，就是那天我又细看了一下，就是洞子里去以后，这个你说，而且他那个洞窟那么小啊，而且这些都要挤到下面那样画，就那个啊，咱不也就是就接近地面了嘛？那怎么能画这么精彩呢？就是画密宗的、啊就是。敦煌研究院原接待部主任马敬池，算得上是敦煌的活字典。一生致力于研究河西走廊文化，熟知敦煌上下两千年的历史。坐下来，他可以跟你讲上一天一夜，故事都不带重样的。这次在老牛的画室里，虽然他只给我们讲了四个小时，但已经让我们感知到了敦煌浩瀚的历史途径。这个过程呢，一开始我还在认真的，我在感觉。在吗？在吗？低头啊！走，抬头。紧张排练了一个多月，好，进京演出的时间临近。苏瑞璇为这部原创作品定制的舞蹈服装也到了，但因为经费所限，衣服上的图案只能自己绘制。还好学院里最不缺的就是熟悉敦煌图案的美术生，他们被苏瑞璇喊来帮忙，手绘出一件件全球限量版的演出服。一天五百，听见了没？多好挣的钱，田长山。我想到五百块钱就出卖我身体了。临行前，敦煌学院院长田卫歌特意为学生们开了一个加油鼓劲的动员会。敦煌学院呢，从办院建院的第一天起，我们多次讲过，我也多次说过，我们能够拿出一台自己的节目到比较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环境中间去交流，这是我们敦煌学院的一个愿望，或者说一步必须要跨越的台阶，啊，今天这步跨越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就是我们拿着自己编创的节目，我们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去演，演出以后让这个全国啊学术界来评价我们，啊，舞蹈界来评价我们，这个演艺界来评价我们，这是一次考试，一次大考。但是我想就是说，大家把心投入进来以后，认真的、用心的去做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就一定能够成功啊，一定能够成功。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信心啊？有。这个大家要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这个进京展演这个活动就是必须让它要成功啊。苏瑞璇带着学生们赶往北京演出的时候，表姐龚继墨筹备的丝路遗珠即将在敦煌画院进行展览。布展工作非常繁杂，时间也特别紧张。龚继墨四处打电话请朋友来帮忙。在最后的忙碌中，他长久以来的心愿终于可以达成了。这些跨越千山万水搜集而来的珠珠串串，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或许观众也能感受到和龚继墨一样的喜悦吧。这正是他办展的初衷，也是他的个性，
他喜欢把世间美好的东西都穿起来，与亲人和朋友去分享。此时，公鸡墨的家人也特意从兰州赶了过来。当当，快叫二姑。二姑，啊，快让二姑亲一下，亲一下二姑的脸，快点这边，这边。累不累？不累，好了累。好着呢，好着呢。每次见到久违的亲朋好友，公鸡墨都会用温暖的拥抱去迎接他们。我弟弟。公鸡墨从十五六岁开始，便到各个国家去游历。他见过苦难，见过欢乐，也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但是今天有点赶工，因为这些架子还没有装上去。在偶然间来到敦煌之后，他便喜欢上这里。每年都会来住上一阵子。这些在丝路沿线国家收集的古珠，得以在丝路古城敦煌展示，这大概就是一座城市对人和物的召唤吧。莫高里工匠村同样向人们发出了召唤，不只是喜欢彩塑手艺的年轻人慕名来到这里学习，还有作家、记者、画家等，都是因为喜欢敦煌文化而客居在了这里。他们一起过着充满诗意的乡居生活，自己种菜，自己酿酒，还养了各种小动物。他们平时喜欢随手用照片和小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摄影展。这个还得报。对，这个重不重啊？这个有点重啊。为什么？这个大呀。布展工作也是他们亲自上阵。为了使展览更加丰富，他们把自己创作的塑像也搬到现场去展示。此前都是人们来工匠村参观，这次是工匠村第一次走出去展示自己。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在杜永卫的带领下，把手艺和工匠精神安放在了乡村。借着这次展览，他们也希望让更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感知到手艺和乡村的魅力。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朱韶清曾是深圳的一名资深记者，客居在工匠村的他，是因为在和这些年轻人一起生活的时候，被他们身上那种踏实学艺的精神所触动，所以才决定策划这次展览。敦煌图书馆也为他们免费提供了场地。对于年轻人来说，布展就像参加聚会一样开心。这些照片定格了他们工作时的身影，他们也要亲手挂在墙上，因为这不仅是一件摄影作品，还是一段永不散场的青春。在安静的图书馆里，他们尽量要避免弄出声响来，但是被看见、被关注，又让他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快乐。谢谢你们。好，成功，记住你的男人。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是。杜永卫创建了占地30亩的工匠村，老牛也不能甘拜下风。供暖公司直冲云霄的烟囱给了他灵感，他要从高度上着手，做一个有敦煌温度的当代美术馆。当然了，钱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面如果要画几个，比如说最大的飞天，最大最高最最大的菩萨，这个高度画完就看起来不得了，非常震撼。或许有一天，这布满灰尘的厂房会洁净如新，悬挂起巨幅的飞天，
无数观者随老牛一起踏上一段美的历程。至于钱的问题，老牛其实已经想到了一个最有谱的办法。这个空间的感觉，哎呀，就不美的。我认为这个好像，就是像一进来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展厅。哎呀，就是我第一次进来就特别兴奋。就是也许这个事情呢，就是别人也许想到了没去做，但是我想到了，我感觉必须实现，必须实现。你都靠什么实现呢？因为人说花几百万，我没几百万，没几百万就想着能，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能。咱们还有手艺嘛，咱们可以画画画画，换用画来换水泥砖头嘛。我想把这个事情看能不能实现，像个梦一样的事情看能不能实现。所以这里面的脚印都是我的脚印，就我自己来看一看，每一个角度一看都很，哎呀，我就所以为啥我现在我那个小房子小学校那个容量还是小。还想去找这种大空间，大空间来做点更大的事情。事情要大，但是呢，我们要从一点一点从就小的方面做起嘛。不停的去做，这事情就有结果。不停的去做，是老牛的信仰，所以他有事没事就来这里看看，一遍遍在心里描绘蓝图。因为他现在还没用手艺换到足够的水泥砖头，又生怕有人捷足先登把这里给收购了，所以他要看紧自己的宝贝，一次次的来踩一点钉梢。有一次他在梦里看见这废弃的厂房被拆了，那叫一个着急啊，然后哇的一声就哭醒了。这是个心愿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想起来都兴奋。所以我每次一进来，人家认为是来看这个废弃的厂房，那我每次来是一种享受，真是一种享受。杨涛心情沉重地赶往张掖，与师父段修业做最后的告别，往事也一幕幕浮现。何师傅在瓜州东迁佛洞、青海曲坛寺、西藏萨迦寺等地修复壁画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些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文物，还依旧散发着光芒。修复这些文物的人，却不在了。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副研究馆员段修业同志，他不遗余力、勤勤恳恳，带领修复团队传授修复技术，解决修复难题，培养年轻修复人才，抢修濒危壁画，充分发挥了移民老文物修复工作者的余热。段修业同志，安息吧。段修业，生于1954年。18岁到莫高窟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至死方休。敦煌研究院各个部门的挽联，是一种无声的怀念与挽留。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生活在这里的人如何劳作，如何爱，以及如何离开。最了解段修业的人，或许是他的徒弟杨涛了。1991年，二人成为师徒。当年段修业收杨涛为徒的情景，就如同玄奘从五指山下把孙悟空解救出来一样。91年，我是保护上干一干出了一点小的差错吧，应该是，然后让我回家，然后我的行李所有的一切东西都，那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然后行李全部架在一个东风车上大卡车上，然后送到柳园坐火车回家。结果段老师当时在那个啥 X 实验室，他就直接把我叫下来，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跟上段老师一直搞壁画修复。他要是不要的我的话，我就回老家了。回老家以后我不知道在干啥了，是他把我留下来，
并且收成土地。段修业带领着杨涛等一批年轻人到远离城市的大山里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对文物保护事业的热爱始终没有改变，也从来没有计较过一己的得失。就是为了这份工作，你看也是自己真正的人生都没有享受到，所以我们想起这些也是觉得他特别遗憾。段修业生前最大的遗憾或许是没能在父母身边照顾，没能为他们养老送终。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陪父母，可能也是能在天上能陪陪我父母吧。段修业用生命诠释了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漠高精神。但是老一辈漠高人为了事业去奋斗的同时，他们的家人也不可避免地跟着付出、妥协，甚至做出牺牲。哎呀，段老师到去世的时候，确实他的弟弟妹妹照顾得也挺好的，他原来媳妇也离婚了，一个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的房子就在隔壁202。说老实话，段老师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从那媳妇91年开始，把我收成学生以后，也是可能就是我们就像这样的传承的话，就是我可能是段老师的第一个学生，从那地方开始修复壁画，认识壁画，然后修复壁画所有的病害，从学徒一直做着，现在也当师傅，领学生。我现在就是特别怀念段老师。那时候对我们的一点教训，他跟我说过，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记着的话。然后他就说，干这工作一定要细心，胆大细心。一位壁画修复师的爱与忧伤，全部在这烟雾中缭绕。而在尘世中继续奔忙的你我，都有各自难以言说的心事，其中的甘苦也只能自己去体会。你想画哪个画？你选一个，牛牛选，想画哪一个？想画公鸡还是乌龟还是飞机？哦，画这个，就画这个小熊是不是？画小熊。这是几只？两只。正确，好棒呀！来。我有七颗小鸡。哎，你点的怎么是12啊？我点了14个。14个。对呀，重新点。一。1、2、3、4。哇，太棒了，这回点对了。只要一有时间，李田儿便把孩子接回家，教他画画、做算术，教他唱歌跳舞。在其他家长给孩子报班去培养兴趣爱好的时候，李田儿要自己花心思设计课程，在孩子成长的路上无微不至地陪伴其左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能体会，让我再陪你。
回。丝路遗珠开幕在即，龚继墨来到展厅，把布展最后的样子记录下来，同时等待着他父亲的到来。龚继墨的父亲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精通古画鉴藏，朋友也多半是画家、音乐家等。龚继墨小时候便得以跟随父亲的这些朋友学习古琴、书画、中医，培养出一种敏锐善感的直觉。当目睹了父母的争吵，看着自己最依赖的人和最崇拜的人在互相伤害时，年幼的他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改变，只好选择离开。我此时静静去看他们是不一样的心情。我要从中国的竹子拿来，然后再把印度的竹子拿来，再把阿富汗的竹子拿来，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腓尼基人，全世界的竹子都将在我的手里。然后我突然发现，原来地球就是一颗竹子。带着父亲交给他的文物鉴藏本领，寻找古珠，寻找所有美好的事物，是龚继墨拥抱世界的方式。一直在路上的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他只把对父亲的想象和期待偷偷地藏在心底。我现在6楼631房间。这房间让不让抽烟你就抽烟啊？让不让抽烟房间里面就抽烟。这不是有烟缸吗？有烟缸就让抽烟。嗯，我那太冷了，住不了了，这茶具啥都没有拿出来。弄到宾馆来住。昨天逃跑了，我是没有经历过这么冷，一下降温了-5度。嗯，然后我也没这个意识，那都住不了了。没事，昨天比想象中的顺利，都布置完了，给你看看昨天以前的样子。是现在的样子。嗯，然后这是展柜。我想想挺好的，为啥？因为这个活动我不知道，就是我做完之后我就离开这里了，然后对，就是呈现的现在的样子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是我也不确定的事情。能玩的嘛，能玩好一点。我就想的是，对，就是没人知道，就是包括到现在，可能就是虽然展览现在已经不好了，但是没来的人可能都不能想象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想，就是我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我说让她来看一下吧，你也不知道我在干嘛。龚继墨就像一个情感受到忽视的孩子，要刻意制造一些动静来引起父母的注意，而有苦难言的父亲却只能用沉默来回应。你眯一会儿，还是不眯了？你眯一会儿吧。我不眯了，我就洗漱去了。我就洗漱一下，今天早上那个讲的那个图纸还没有给。啊，那我就忙我的去了啊。把门关上了。
通常说，所有的事都是可以被原谅的。这种包容的心态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处事态度。他理解，历经沧桑的父亲就像古书画中的渔樵，穿着一身蓑衣，也无风雨也无晴。可是龚继墨无法做到这样平静，往事纷涌而至，心中五味杂陈。反正我不见我爸心情就挺好，我一见他我的心情就，哎，就这样吧。就像你们见到的他不会问我好不好啊，但是我挺感谢的他会来。晨光熹微之时，或许是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一切都是朝着希望在前行。敦煌小城也正在醒来，迎来崭新的一天。就是这些光柱要闪，第一三真素没事吧，把这些光柱给甚至给彩排中的苏瑞璇总是严阵以待。他深知一个舞者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欣赏，而要把最美的姿态展示给观众。一种文化同样也不能藏在深山之中。把敦煌壁画化作美丽的舞蹈，把古今中外都连缀在一起，把丝路上载歌载舞的人们心里那份热烈与欢快融汇其中。这个勇敢前行的舞者将凭着自己的原创作品破茧成蝶。杜永卫受清华大学的邀请赶赴北京，去课堂上分享敦煌彩塑技艺。哦，谢谢。他一出差，年轻人就集体出动去村里赶大集，买来零食和啤酒，在夜晚的工匠村放飞自我。这清苦生活中难得的娱乐，给了他们相依相守在敦煌的力量。与此同时，坐在北京出租车上的杜老师也在努力让自己的普通话发音更标准一些。你看他进来比我们敦煌城都大，你看他在哪儿？我们敦煌城区就很小。敦煌莫高窟那有个石窟。